大家好，我是影片蛋糖魔。《浮世伤痕》是一部有大明星，而且谈论女性和移民的动人电影。《浮世伤痕》描写移民纽约追寻美国梦的勇敢故事。那从此以后，这个女孩就经历了一大堆跟国家、社会、爱情种种复杂挣扎当中，努力的要求生存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女性求生的故事，尤其在一个移民的时代。奥斯卡影后玛丽永·柯蒂亚演技精湛，再现大时代的悲剧情怀。一方面呢，她又非常的坚强，好像刺猬一样很冷漠，可是她又很柔弱，同时她又必须用她那种柔弱的方法 来对抗外面那个可怕残酷的美国社会。所以说这部电影对她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。理想世界与影评人蛋糖魔带你走进美国20年代的浮世伤痕。7月4号下午4点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